Hello， 明朝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妮妮。今天在 Swatch 东区的店，佩戴的是最新的 Brilliant 的手表。然后这一款是我这一次蛮喜欢的一个表款，顺便也是搭配我身上这个颜色的衣服，就是格纹的英国英伦系列的感觉。然后我这一款呢，是因为有一只狗狗在上面，然后我本身很喜欢狗狗。然后重点是，它除了狗狗，它表扣这边是一只狐狸。然后我除此之外，我还有很喜欢就是这一款粉红色下午茶公主风。我穿的衣服都是比较深色，黑白灰啊，大地色，比较少这种粉粉的颜色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搭配一个我最喜欢的粉红色的这种粉粉的表，我觉得会是一个亮点吧，就是深色里面有一个很亮的一个 point 在身上，就是实搭线。然后一方面呢是我觉得不一定每个样子都可以搭，可它是一个就是你很亮眼的一个配件，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要有的。然后 Swatch 有一个概念是，我觉得说它很适合姐妹一起购买，就是它的表款的款式非常多，所以就是不管是像这种狗狗风啊、动物风啊、这种格纹风，还是这种粉粉的风格，就是可以依照你每天不同的心情，然后搭配不一样的表款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来看看哦，拜拜。